我用眼镜的测谎功能检测过，依依没有撒谎，她是真的不知道。但是在雨乔失踪前，她跟我说要找你买零食，然后她就不见了。你怎么解释？我是买给她，当时她是找你的钱，让你要的零食。怎么找我的钱这么少？现在什么都为你不知道啊！而且我帮你买，总不能你领辛苦费吧？行，那你走吧，我一会还要找壮壮拿喝的呢，希望他买的饮料别太贵了。告辞。就是这么个情况，别的我就不知道了。看来壮壮应该知道雨乔去哪，走，找他去。壮壮来了。壮壮，雨乔今天是不是找你帮忙买饮料啦？把你知道的通通告诉我。确实有这么回事，当时张雨乔，这是你要的可乐，钱给你转过去了，谢啦。张雨乔，这个可乐和零食给我也弄点呗。你走开，我才不给你呢。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不关我的事，我先走了。就是这样，后面我就不知道了。又是二驴子，哼，喊他来对质。二驴子来了。你们找我干嘛？雨乔失踪前见的最后一个人就是你，你说吧，把他弄哪去了？别想撒谎，我有测谎眼镜。别提了，当时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你的零食和可乐都是我的，抢我吃的，我跟你拼了！不就找你要点吃的，至于这么大反应吗？我的吃的就是我的命，一点都不可能给你。哼，这唐一强也太无知了。然后他就跑进了那边的草丛里了。那草丛？阿信，你听见呼噜声了吗？我也听见了。服了，居然躲草丛里吃零食吃睡着了。